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先生，你要不要跟我玩一场游戏？什么？你是不是什么强生？最近做生意花招还很多呢。虽然你看起来很可怜，但是我……先生，你有玩过男生女生配吧？你可以跟我一起玩，你赢的话，我就给你一只手机。这是真的吗？只要赢你一次就可以得到一只手机了？对，但是如果我赢的话，你要给我一只手机，那不要猜拳，让你比，我拜托就好。我跟你讲，今天我心情真的很不好，要是你敢骗我，你就完蛋了，我真的要比了。那你要选哪个颜色？我要这个，男生女生配。你没有手机哦？手机？那你可以用身体代替。身体？哎，你这个家伙是怎样了？等一下，二头第一只手机。那我要再玩一掌，男生女生配。可恶哎，男生女生配到底要什么配才会赢啊？三天为男生女生配的赢家，就是来的 Hami Pay 哦。现在消费刷中心 Ormica 还能赚 Hami Point， 一点就等于1元哦。而且 Hami Pay 绑 Ormica 上十大招商等指定通路，消费还有68回馈。中华电信指定通路88回馈哦。更重要的是，身份中华电信现在5G 最高的还能获得17000点的点数哦。还有更多中华电信相关的业务都有回馈哦。而且在 Hami 购物上超过100家电商平台，最高回馈20%哦。那回馈的 Hami Point 能做什么？能做的事情很多哦。Hami Point 可以到十大商城做折抵消费，超过万种商品可以选择，刷卡购物再赚最高12%回馈哦。另外到中华电信门市买手机家电也能折抵，用 Hami Pay 扫码支付也能折抵消费，或是出席还可以折抵电话费哦。哇，这个 Hami Pay 比你那个男生女生 Pay 好很多了呢。那当然了， Hami Pay 很棒啊，大家赶快去下载 Hami Pay。然后我们就一起赚 Hami Points 了。哎，我不要理你了，我要赶快去用我中心 Omni Card 去买东西，赚 Hami Points 了啦。哎，那是我的中心 Omni Card 啊，还有我的手机嘞。哇，你大骗子了，不要走了。你有听过东京浅草有一个很有名的黄包车观光文化吗？我知道。很多人在下面留言就说很婆想娶，我就马上想到你，我觉得超级很婆想娶，一直是叫他不要再做这种工作了吧。所以我今天的计划是我要拉着他然后跑西门町。对，我们今天换了一个宣传手法，用免费的黄包车换订阅这样。我想要看看你拉不拉得动。哎，等一下，他不应该在你胯下吧？我觉得超级不雅观。哎，怎么样，累吗？我觉得不累，但我觉得我吃力点有点怪，因为它一直晃来晃去的。但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重。哎，哎，你是不是很爽啊？很舒服，蛮凉的。哎，他打算在上面一整集，我也想在上面。有发言危险。哎，换你下去了。啊，换我了吗？对啊，换你。上面的感觉怎么样？好爽哦，但我有点不太信任他。这个可以有摇篮的感觉，睡觉。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要拉路人一起来坐。对，而且我今天有一个特别适合坐这台车的人。谁？康尼基哇。现在是真的好了还是假的好啊？都分解了，请问。康尼基哇。你是不是只会这一句？我的希望偏上真真的。我的希望露西的。一级棒，我要上去。邀请路人，你知道日本的小姐姐会就是扶她，然后跟她说1、2、3，就是可以踩上去了。一级，你怎么会让她
那只脚踩在什么？等一下，我在想，我觉得我可以抱你上去，我会先摔倒吗？你真的可以吗？不知道，干，我不行，我要离开了。哎呀，哎呀，这个时候就要跟客人说，就是请坐好，那我们要出发了。好，请坐好，我们要出发了。我应该不用这个语速，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询问客人说要去哪，然后就走了吗？对，但是今天我也有帮你准备一套衣服。粉丝做的工具服，对啊，你知道这一个人力车就是他们有一个那个标准的服装。好，走吧，我们去换，我直接在这边换就好了。哎，我们人力车应该没有这个服务，还有这个什么？他们会有一个很像，我不知道日本怎么讲，但它很像围兜兜。还有这一个很婆的日本小方巾，他们会拿这一个来擦汗。擦不然擦客人的汗吗？然后这个看你要不要带，这我另外帮你买。装备也太多了吧？是这样吗？对啊。好想看我现在长怎样。要变当掉。不要再吐槽他。好，还有这个特别帮你准备的。配备很多哎。对啊，我们先前往人多的六号出口。你要 ikimashio。ikimashio。后面的乘客看起来很害怕。哎，你知道你那个罩是可以拉起来的吗？不是，你应该要帮客人拉。我哪有手啊？自己没有手哦。他觉得丢脸了。我们过马路要快一点。怎么样？通过第一个路口有点喘。他们还有一个模式是，他会这样 hold 着或侧边，就是有一点微侧的跟客人聊天。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哦。看路，不要看我，看路。那我们就准备正式开始，然后我们等一下去找路人。好，好，然后我有帮你准备了一个，就是招呼客人用的。欢迎搭乘台女黄包车 ，Welcome on Kodasai。你完全在乱念呢。没有啊，我念我会的。直接拿着这个告示牌去找人就好了。前面有个好可爱的妹妹，妹妹算女粉吧？你不是一直说你想要女粉？但妹妹会不会被吓哭？交友车。我不要再被他发现了。阿伯，我的车怎么样？可以啊。那你会想骑看看吗？你不去看一下那个大哥还记不记得？没关系，没关系，我先不要。妹妹，你要不要坐？你要不要？要。成功招呼到第一个客人，会怕吗？你会怕吗？我先抬起来，你会怕就跟我说。可以吗？可以，可以。对，好像可以耶！我要把它带回家成为我的玩伴。没有，可以吗？你是不是会害怕？不会，他是害羞耶。他是害羞，还是妈妈要不要一起？真的，我拉得动。没事，我可以。妈妈很怕我拉不动。那我们回去喽。他很淡定。对，好玩，好不好做？他真的很开心耶。你成功，你真的成功，好可爱哦。对啊，这个画面也好可爱哦，小朋友拉着小朋友。是啊，好赞喽，谢谢你的搭乘，小心哦。你要不谢谢，拜拜。好可爱哦。你成功拉到了第一个小客人。对，但是他没有手机，没有办法帮我们订阅。好，我们再来看。好，可以，再来看，再来看。你有发现周围形成了比上次更大的包袱圈？自动回避。对，而且我发现我只要对到眼，他们就会离开。我刚刚眼角。你要搭吗？我才不敢。哇，人家吓跑了。这是可以两个人坐的吗？可以。那家俊你先上去。我先试试看我的负重到哪里。可以啊。哦，有比较重哎，但好像。不是，我不是意思。但你感觉比较吃力耶，我说相对的，会比较用力，但也比较稳定。我觉得拉情侣应该可以。你觉得两个人可以？我觉得两个人会很挤。或是可以一个人坐上面，一个人坐下面。怎么样？你从他背后看他的感想，有觉得很婆吗？有婆吗？对，会有那种努力的感觉。哦，有已经开始流汗了，擦汗。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要进那个西门。
你应该要找到有手机可以帮你按订阅的人。好，年轻人应该有。好，找不到人。这边两个女生，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你们是要往新闻町里面吗？那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载你们吗？可以。那这边这边你们这边请，你们有要往新闻町的哪里吗？好 ，Uniqlo 我知道，我偷听到。那我们准备要出发咯，小心哦！如果你们会怕的话，就是可以抓一下旁边。会抓？不要紧张哦，不要紧张。那我们走咯。你们是刚下课吗？哎，这可以播出来吗？没办法，我们起床的时候就已经中午了。为什么很幸福啊？这样不会被骂吗？不会的，不会啊。哎，你们是大学生哦。对啊，大学生哦，大学生就没关系。大学生就没关系。但是为什么要遮成这样？是很丢脸吗？有点害羞。你们要放宽心去享受啊！所以是我在这边待越久，你们就觉得很丢脸啊？但我要拿慢一点。地狱来了。对，地狱使者。你们想不想感受这个十字路口？好，我们准备快到了，谢谢你们的搭乘。好，等一下，等一下，下来之前呢，你们要先帮我扫这个 QR code， 然后帮我订阅。辛苦你。不会，很香，带两个女生。啊，谢谢。好像在用 LINE Pay 还是 Apple？ 对对对对对，好科技哦。没有，我们只是订阅而已，我们没有收入的。没错没错。谢谢，拜拜。我们成功了，第一个。对，拉到没有，是我们成功第一个拉到西门町中央的人。接下来有什么目标吗？我希望可以拉到情侣。一二三，一二三，你要坐坐看吗？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你有想去的地方吗？捷运站。可以，我们拉回捷运站。好，小心哦。好，准备出发喽。耶！走啦！我觉得。是有点晕车。你们是来西门町玩吗？刚刚在吃饭。是哎，西门町有什么好吃的啊？没有。哎，这可以播出来吗？刚好过来。住这附近吗？住在景美。预知到今天会遇到吗？预知今天会遇到。哎，我们后面有车哎。哎，这前面还有呕吐。好，我们成功避开呕吐物。所以你们准备要回家了？对，刚刚好。刚好他没有说叫你拉到几米。哎，不行，我会揍人。不要对粉丝暴力行为哦，就算是粉丝道别。耶，谢谢，谢谢你的搭乘。你有那个订阅了吗？订阅就好。是有订阅了。个人频道有没有订阅？对，个人频道没有。现在订阅，我现在看准你。你是什么粉丝？整个台湾学习的。没有没有。好，谢谢你，谢谢，拜拜，是女粉。对啊，女粉滤镜。好，下一个目标。我觉得我们现在有目标，我们要寻你的，我们不要再定点。所以你要拖这个车子到处去找。对，走，好 ，Go。哎，结果你真的完全一点都不丢脸，一定是应该是因为上次那个宣传车的关系，我已经觉得还好。真的假的？所以他真的有让你的实力变高。哎，我本来有帮你带大声功，可是他没电了，我真的觉得好可惜。怎么会有人带大大大中？大大大优惠！妈咪大三。感觉现在西门町的人已经对，就是跑过去说可以打扰你一下吗？已经感到害怕了，已经感到害怕。任何人都在这边接。起来了，对啊，我们只要一靠近情侣，然后情侣就会跑掉，然后那个男朋友还会这样，然后拉着女生赶快跑掉。哎，有那个情侣是没有我别的，我也蛮想拉外国人的，我要帮你准备。什么意思？我有这个反应。Do you like coffee? OK。找不到吧？是海龙。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Helen. Yes. My name is.How are you? Good, thank you. How are you? So far, so great. Do you want to try? Try this? Okay. Where the meaning? 竟然沟通成功了。你帮我拿啦。哎，人家帮你准备的。I say 1, 2, 3, you 1.
Thank you. For you. Where are you going? Movie theater. Okay, let's go. 我知道电影院呢。Are you okay? 可以。天哪，这画面好美哦。对啊。Do you like Taiwan? I do. I like Taiwan. Me too.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Taiwan food. 台湾的食物。问你台湾食物吗？yes, Taiwan. Yes, New Roman. 乌龙面。Yeah, 对。那是日本。啊，对。好大好。大包喵起。我等一下，Do you like bubble milk tea? I do. 珍珠奶茶。我不讲中文了。还有什么？我有两个。This weather is good, right? And how long do you learn Chinese? 三个月。他三个月中文，三个月的英文。没有哎，比我十年英文还好。我觉得值得把他寄传票说不要再提到他。Do you take this before? No, never. First time.I'm your first time. Talk English more difficult than this. 加油！啊！One more time. 加油！我也想要学他的那个加油。那你学一下。加油！加油！有像吗？好可爱哦！Thank you. Be careful. Oh, thank you so much. And the final mission is this one. Take a photo. Subscribe. Okay. Thank you. Bye.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next time. 你完成你的外国人愿望，怎么样感想？吉大宝真的要寄船票了。不会啦。那你刚刚不是说你要找情侣吗？对啊。你还有要完成这个任务吗？我觉得天色暗了应该比较好找。天色暗了，情侣就出没了。不是，总是要吃饭的，不可以一直在。这完全解释不清楚，你看。我们就往人群中间走。好，那我们回去吧 ，Go。哎，为什么有种人越来越少的错觉啊？应该是因为这一带而已吧。哎，那边有一对情侣。OK 吗？可以来体验一下。可以，那你们在这边稍等我一下。哎，不能停车，会被拖掉。我知道，我是临停而已，你不用担心。我刚才很多人了，不好意思，比较挤。OK。不要害怕，他们很害怕。可以哈。可以。你们现在是要去看电影还是吃饭？我们去前面这边就可以喽。真的没关系啊，我力气很多哟。不用。你们要回家也可以，你们住哪里啊？我们住那个天母哦，天母。哦，可以的。好，淡水。可以啦，小 case。好，可以了，谢谢。好，谢谢你们，小心。你们觉得上面感觉怎么样？比想象中还来得平稳。有舒服吗？也有舒服，可以到很远地方都没问题。但再来啊！好的，这样我可以啊。先下，我不要再打了。谢谢你们。什么？哦，对，都忘记。可以帮我订阅一下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吗？谢谢，拜拜，谢谢你们。刚刚那个心里的恶魔一直不断窜出来，他们在上面好害怕，然后又很害羞，我就真的好想要一直往前冲。看吧，而且你很害羞啊，而且你一扶起来之后，他们直接双手紧握，这不是我们预想的结果啊。那你今天所有的挑战都成功，而且超多女粉。我觉得是因为男生下意识会觉得我拉不动，他们又走回去。我看没回头看你。我觉得蛮好玩的，而且蛮有成就感的。除了看到他们很害羞的部分，让我觉得有种被逗乐之外，就是真的把他们拉到那个定点。很有成就感哦，真的。可是不会觉得很累吗？
不会，你在拉过程中会有肾上腺素，而且你满脑子都想的要怎么样让他们坐更舒服，然后更安全，根本就没有心思去想说就是哦累不累之类的。你是想着让人家更舒服、更安全，还是更丢脸？哎，那可以了吧？该换我做了吧？哎，我们一整天了，刚刚 Jason 有让你做了吧？有拉你了吧？他直接没有，没有，你们不拉我就不讲订阅、按赞、分享，好吗？谢谢，谢谢大家，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那就是我讲的，你不要讲我台词。记得订阅、按赞，以前影片看100遍。那是我的台词，你不可以讲100遍，那是我的。哎，摸了你东西给我。你干嘛？你要帮我？对，我先帮你。哦，啊 ，Jason 要来拉。没有啊，快点啊！底下已经无数医生亲了，快点拿回来啊！我可以给我下去，女人，你上次宣传车已经拉过我了。加油！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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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以前里面看100遍。哎，不可能上墙吧？等一下，我想。